Sora! Fox!啊？啊？有人是什么意思？全部都有意思，才除了一二。好，比赛开始了。这个 matchup 对 Sora 来说是，我看了所有的 Sora 玩家写都是 Fox 最难的 matchup。那台湾现在最强的 Fox 是 Haruka， 再来是 Shiro。我们看看 Shiro 能不能运用角色优势赢这一场。上次他们 HTS 有打到，然后是云端互赢了。理论上来说呢，会打这个 Fox 会打这个 matchup 的话， Sora 是非常痛苦的。目前双方蛮平的。脚力直接被 Fox 飞上，我们打到一点 percent 吗？他可能要转向，没有拿到，上面没有出来的中断，带了个线，好好，好，又被中断一次，哦，80%。下降的阿贝尔上来，抓跳，哦吼吼吼，下不来，漂亮的 parry， down smash。吃力了，守在外面，可是先加在上面，这个matchup难就难在没办法着地，挑的角色很难着地对 Fox， 因为你就算左右飘 Fox 在地上的时候实在太快了，他就左右移动然后再起跳，你失去那些位移的那个选项以后就只能够空对地攻击，空对地的话 Fox 又是有的超级 up there up till dash attack， 很麻烦了、啊、不过是 BO5 云龙湖还有一些方式，他也有别的角色可以用，他没有锁角色，我们看看他会不会换，他还是用 Sora， 那我在他玩的其他角色有 Corin 啊，也不是对 Fox 特别好。交换率，漂亮，双方是靠 parry 把对方打死了，两方在选择出招的时候都要想一下，都在 bait。就想你打我盾，打我盾我 parry 到你就行。
这也是其中一个让 Sora 跟他打 Fox 的原因，有反射。不过目前云诺户在领先呢。蛮多的，差一个重要的一下。等那个内人。是吧？后丢可以击杀，但是是吧？现在不能够掉以轻心了，差一个 aerial， 直接 up smash， 好，直接 up smash 也可以。不过云诺户的那个 DI 都直接定，虽然看起来已经是 overkill， 但是好习惯还是 DI 哦。好的 Fox 都很会 carry， 好的 carry 是前面的一半，是当好的 Fox 的一半。在 percent 上又是西游领先一下，但是被追回来了。再一两下进入到内人会击杀的 percent 就很危险。刚刚那个内人很难，好，你都不能够守这个边吗？好，一比一。第三场。塞个 jab 进去，哦，八千零血，领先太多了。故意必须赶快收自己命，但是哦，再试一次刚的招，直接 up smash out of here。八千八，希尔的操作很稳。
你连呼一命都拿不下来，很痛苦的感觉。一直拿不到这个，然后 percent 到了就被换死。来血太空，没有。想要用，但是被上来的火焰阻止。 好，预告一下啊、哦，这一场直播台打完会抽奖。Ottawa Coast 一号。 Ottawa Coast 1号 Station 哇，结果哎呦，拿不到，拿到了，<笑>到底该去哪里呢？一直不开枪，就是拿着那个扳机指着枪，指着别人的脸，然后别人就往左边跑，往右边跑，然后枪一直都不开，然后一直指着他。<笑> 抓了个跳，61%还可以哦，大概还要在两三下才能进入那个 smash 的范围。低调虎。 收掉了，很重要，差一点。哈哈哈！好，云龙会很需要这一命哦，能进入第五场。霹雳神踢。 到蛮危险的 percent 了，哇，这个漂亮的 lay hit dash attack 加 bear， 恭喜希尔晋级，希尔好。